有一个开锁的锁匠，啊，一生呢修锁修了很多，他的技艺非常的高超，为人很正直，啊，深受人们的敬重。他每修一把锁，都告诉别人说：“如果你们家里发生了盗窃，只要是用钥匙打开了你们的家门，你们一定要来找我。”老锁匠慢慢老了，他为了不让技艺失传，大家都帮他物色这个物色这个徒弟。最后老锁匠呢挑中了两个年轻人，准备将一生的技艺呢全部传给他们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两个年轻人都学会了不少的技艺本事，但是只有一个能够得到真传。老锁匠决定对他们进行一次测试，他准备了两个保险箱，分别放在两个房间，让两个徒弟呢去把它打开，谁花的时间短谁就是胜者。结果大徒弟走进去到出来只用了10分钟打开了保险箱，二徒弟却用了半个小时。大家都以为大徒弟呢必胜无疑的。老锁匠问大徒弟：“你打开了这么快，你知道保险箱里有什么吗？”大徒弟突然之间眼中啊放出了亮光：“师傅，里边有很多钱，全是百元大钞。”老锁匠问二徒弟同样的问题。这个二徒弟非常老实，支吾了半天说：“师傅，我什么都没看见里面，你让我开锁，我就打开了锁。”老锁匠十分高兴，郑重地宣布二徒弟为他的正式的接班人。大徒弟不服，其他的人也不服。老锁匠微微一笑说：“人不管干什么行业，都要为人厚道，讲究一个信字。尤其是我们这一行，要有很高的职业道德。我收徒弟，只要把他培养成一个，想把他培养成一个高超的锁匠，但他必须做到心中只有开锁而没有其他，对钱财视而不见。否则，心有思念，稍有贪念的话，会登门入室。”打开别人的保险箱取钱易如反掌，最终只能害人害己。我们修锁的人，每个人心上都要有一把不能打开的良心之锁呀。二徒弟是用他的厚道赢得了尊敬，用诚信赢得了信任和器重。地基越厚，愈能载高。所以大家都知道，如果造一个100楼的高楼，必须要有将近50到70层楼的地基。所以基石越厚，越能负重；河床越厚，越能纳生；人性越厚，越能得到别人的尊敬啊。想让有益之树长青不败，先要土地肥沃；想让高楼大厦高耸入云，先要厚实的底座；想要花园四季如春，先要气候温和；想要让别人赞叹你，你先要有充实和丰富的内涵和为人厚道，面对坦然的生活，问心无愧。有人一生多磨难，是因为自己修行不好吗？一辈子我们受了很多的苦，反而容易入道，就是进入佛学佛道。所以要把苦当作苦，一定要把苦当作一种增上缘。
因为我们不苦，我们不会去学佛。人没有经过痛苦的经历，就不会珍惜我们的生命，也不懂得该怎么样修行。所以很多家庭经过很多次的争吵之后，才会珍惜对方。所以我们吃苦，就是佛在教育我们，有时候不见得不好。逆境越多，成就佛性就会越大。如果一个人的一生从来没有吃过什么苦，他没有痛苦的人生，他活着就会迷失方向。所以你们看好了，很多人吃喝玩乐，从小条件非常好，他不会去寻找真正的佛性。这就是因果，因为因要给我们一个痛苦，但是痛苦后有很多重要的礼物会还给我们，那就是使你想开，能够觉悟，能够成佛。所以用痛苦来包装，然后打开痛苦的礼盒，里面却装有佛性，清净自在的佛性是装在痛苦的里面。很多法师出家也是这样，因为自己在人间遇到了太多的磨难，顿时开悟，有的叫见悟，有的是顿悟啊，然后抛开人间的五欲六尘啊进行出家，实际上他们就是悟性啊所在。所以不要把今天所受的苦，包括婚姻啦、经济上啦、病痛啦、种种的，或者女儿不孝啦、儿子不孝啦、孤苦无依啦等等一切，把它当作是啊因果。你只要把它当成是因果引发的痛苦，其实是一种好的，能够激励你找到佛性的源泉。所以没有痛苦的人生，很多人实际上不值得羡慕啊。要想活得有智慧，你必须要经过很多的痛苦。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，如果没有经过痛苦挫折，我们不会去寻找一种解脱。我们怎么能够更成熟呢？怎么能够进一步理解人生无常的真谛呢？所以要真正的懂得在人间苦空无常，这就是佛告诉我们在人间的真谛，它是成就圣贤的阶段。就像你爬楼梯一样，你每经过一个阶梯往上爬，你会气喘吁吁，可是当你爬到最高峰的时候，你才能看得见那些漂亮的风景。没有一个圣贤没有经过吃苦他就能够成就的，没有一个菩萨他不在人间受苦能够磨练成佛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是观念问题，我们自己对事物的理解问题。不要把吃苦当作是吃苦，要把吃苦当作是吃补，把烦恼当成是拥有菩提智慧的基础。有一个学生啊，他到法堂呢去请示禅师，他说：“禅师，我常常打坐，时时念经，早起早睡，心无杂念，自认为在您的座下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用功了，为什么我无法开悟呢？”禅师拿了一个葫芦，一把粗盐交给学生说道：“你去将葫芦装满水，再把盐倒进去，使它立刻融化，你就会开悟了。”学生拿起葫芦，尊师照办，过不多久跑回来说：“
啊，师父，葫芦口太小，我把盐块装进去它不化，伸进筷子又搅不动，我还是无法开悟。禅师拿起葫芦倒掉了一些水，摇了几下，盐块就很快的融化了。他慈祥地说，一天到晚用功，不留一些平常心，就如同装满水的葫芦摇不动，搅不得如何化盐，又如何开悟。这个学生就说了，难道不用功就可以开悟吗？师父，禅师说，修行如弹琴，弦太紧会崩断，弦太松弹不出声音，所以学佛人中道平常心是悟道之本啊。我们做人也是这样，一张一式，文武之道，阴阳调和，中庸经典，给自己留一点空间，给自己心中留一点寂静，这就是佛法上经常讲的要给自己一些闭关，也就是说多多的关注自己的心灵的健康，这就是悟道之人，一边学一边悟，一边悟道一边学，这样你才能开悟，才能学成啊。所以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讲，给人留有余地，自己守良心，你就会学会守住良心，约束自己，与人相处多留给别人一点空间，就是给自己留有回旋的余地。很多人讲话讲得太死了，还有很多人做事情做得太绝了，所以才没有给自己留有空间呢。所以学佛人要懂得良心和余地永远是不嫌多的，多给别人一点良心，多给别人留一些余地，这两样就是我们学佛人的精神基础啊。从早上起就大雨啊滂沱，寺庙外面的路边有几个卖小吃的小贩，一直呢没有生意，快到中午的时候，买烧烤的大概是饿了，他就吃了一块自己烤的饼，他已经烤好了一大碟，但是呢反正也卖不出去，他就自己吃了。卖西瓜呢坐在那里呢无聊，也就敲开了一个西瓜来吃。卖辣香干的开始呢吃辣香干，卖杨梅的只能吃自己的酸杨梅。雨呢一直在下着，四个小贩子一直在这么吃着，卖杨梅的吃的牙都酸了，卖辣香干的吃的辣死了，卖烤饼的吃的渴得不得了，卖西瓜的吃的肚皮都胀死了。这时候从雨中慢慢走过来一个年轻的小和尚，他从四个小贩手中买了四样东西，坐在附近的亭子里。四个小贩看到小和尚有香的，有辣的，有酸的，有甜的，一番津津有味的样子，看上去味道好极了，边上四个人都流下了口水。突然从寺院里传来了啊呵斥声，慧生，你师弟到哪里去了？有一个长者的声音，啊，回禀师父，刚才慧生师弟见门外几个小贩，说是教化他们去了。
小和尚有意留很多的食物在亭子，自己起身离开。四个小贩已经吃着相互手里的东西，那样甜美的味道让他们感到很开心。这个时候，小和尚却在藏经阁开始打坐了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，生活的智慧就是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帮助。如果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都这个世界将失去很多的爱，人们会活在自私的意识当中，只会让自己在自闭、忧郁和恐惧当中度过余生。所以很多人在人间以为自己为什么不能成功，拼命的去追，拼命的去求，那是一种赌博的人生心态，他永远不能获得解脱。学佛人要把人间看成锻炼自己心智积福积德的地方，要把人间看成是累积功德的旅游点。旅游结束之后，一切名利得失均会失去。我经常给大家举例子，就像我们住在喜来登一样，你来到喜来登，你不能说房间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啊，我这里买一个冰箱，我自己要房间里放盆花，再添几个家具，因为你好没过几天你就要离开了。我们到人间也是的，对人间不停地追求，我要这个我要那个，我什么都要。当你把人间全部配置好的时候，你可能就要离开人间了。所以我们在人间要想得开想得穿，人间是我们一个旅店，这是我们一个旅途，很快就会过去。想想我们年轻时候多少苦和难，现在想起来都像过眼云烟一样，一会儿功夫就没有了。看谁都可爱，你的心态就会很可爱，你看别人顺眼，你菩提心就会生长，你就会拥有菩萨的爱。看别人都讨厌，你的人格一定很讨厌。所以人生不可得，无常就是烦恼的根呢。把烦恼如果你带入明天，你一定不会明心见性的。只有彻底的去除烦恼，每天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过日子，才能真正的解脱自己心灵的忧伤。所以佛法讲的是智慧和慈悲，要用智慧和慈悲去面对人间所有的一切，你会发现你的生活空间豁然开朗啊。在现在社会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，一个人可能因为一次习以为常的发脾气啊，你对别人只要发一次脾气，你接下来会有消极的情绪啊，身体就会走下坡路。因为脾气越大，过去的敌人，台下有一半人举起了手。这个心理学家呢，觉得这个结果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，于是呢，他继续的讲解化解和原谅的一种方法。他再次提问，你们有没有啊这个各自的敌人能够愿意宽恕他们？这时候台下有80%的观众都表示愿意宽恕他们的敌人。心理学家还不满意，又讲解了一番宽容的道理。这时候全场提问的人基本上全部举手了，除了一位在后排的老太太，不是这里的老太太啊。这个心理学家就说，老妈妈，请问您为什么一直
不愿意原谅自己的敌人呢？这个老妈妈说了，因为我心里本来就没有敌人啊。心理学家一愣，这个答案是在他预料之外的，这个太不寻常了。老人家，您今年高寿了？问他几岁了？我今年93岁了。哇，这个老太太淡淡地说，世间万事当中，记住了，伤害健康的最大的一个敌人，莫过于你的脾气大。无论是暴跳如雷的怒气，还是心有淤积的怨气，或者是难以排除的闷气，都可能引发你所有各种的疾病。常言道，气急伤身。《黄帝内经》曾经讲过，百病啊，生于气意啊。其实很多人都是被气死的啊！医学家现在研究出来，很多的癌症都是气出来的啊，不气不畅。所以中国学者曾对百岁老人比较集中的地区进行过统计和研究，发现心胸开阔、心情温和的长寿者的共同特征。老太太长寿的秘诀在于宽恕别人，放过自己。你们记住了，当你原谅别人的时候，最第一个受益的就是你自己，因为你非常的开心，因为你放过别人，自己就会舒服。在宽容别人、放过自己的同时，你也就把自己从愤恨和痛苦当中解脱出来了。所以好脾气灌注一生啊，自然就能够长久生活在无挂碍的岁月当中。你看看很多高僧大德，他不会生气的，菩萨他不会生气的，因为他知道人生都是假的，人生只是虚幻的，所以他没有必要把假的人生用真的来看待啊。嗔心的嗔，慕的嗔，恨的这个嗔字就是一个慕一个真啊，就是眼睛把这个世界全部看成真的了，所以你就会恨了啊。所以要记住了，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虚幻。所以你看菩萨看人间，七分闭三分开，菩萨的眼睛永远是这样的，他不会这么。所以一个人气不爽，心就不顺，斤斤计较，有点小事就会气得自己乱跳，睡不着觉。一个人长期的这么自然的生活下去，他一定活不长的，也不会活得快乐。所以学博人不与世争，不与人吵，心不流怒，事不勉强，保持一个很好的脾气，不和过去自己的过去过不去。你们记住师父这句话，想到过去就会恨，和自己过不去，我为什么，所以那个歌曲就会出来了，为什么啊。所以健康长寿永远不要和自己的过去过不去。所以美国第34届总统艾森豪威尔，他在年轻的时候他的脾气非常的大，一点耐心都没有，一点小事就发怒啊。他们一家人有时候会凑在一起打牌消遣，大家四个人打牌，一天晚饭之后，这个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家人呢一起在打牌。这天呢，他艾森豪威尔的这个他的运气特别不好，摸到的牌都很差，他渐渐的开始有些烦躁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打牌打得走投无路，他忍无可忍，发起了脾气，啪把牌扔下来，
离开桌子就走了。站在一旁的母亲看不下去了，走上去对艾森豪威尔说，孩子啊，既然要打牌，你就不管牌好牌坏，总要打下去的嘛。啊，风水轮流转，没有人是常胜将军的。啊，母亲接着又说，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只不过发牌的是上帝，不管你手里的牌是好是坏，你都必须要面对它，你改变不了牌的大小好坏，但是你是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脾气的。母亲的话说服了艾森豪威尔，他渐渐学会让自己的脾气不再那么暴躁，积极地进取，做出了成绩，那才是一步一步走上总统的位置。我们学佛人在处事的过程当中，经常会有一些小的绊脚石，小的挫折，这都是无法避免的。但是我们可以避免的就是自己暴躁的脾气，只有把自己的脾气温和下来，才能让你暴躁的心情平静下来。记住了，暴躁的时候你一定会做错事情，而平静的时候你会拥有理智，用佛心和智慧来分析思考自己的人生，不做冲动之事，不做后悔之举，打好自己手中的牌呀。达芬奇画画是从一只鸡蛋开始的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变换着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光线，一定不会低于10000个小时，从而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。你们这里有知道达芬奇是谁吗？他就是，那当然是画家了，从鸡蛋画起，他就是画蒙娜丽莎和最后晚餐的一个画家，就从个鸡蛋开始画起的。所以师父从这个就是告诉你们，再平凡的人，只要你肯下苦功，一定可以创造奇迹。所以我们学佛人每天也是这样，每一天念一遍经，念一点点经，做一点点善事，每天不造恶业，累积成功，常善成德，这就叫功德呀。所以一个人对财不是太看重的话，叫轻财足以聚人，对法对自己的戒律非常严格的人，叫律己足以服人。所以一个法师，一个学佛人，如果能够守戒，别人就会服你。量宽足以得人，一个人气量很大，心量很宽的人，足以得到别人对你的尊敬。身先足以率人，一个人做什么事情先抢着做，做功德抢着做，什么事情都自己先做，这个人足以率人，就是率领别人。所以一个不吝啬钱财的人可以集聚众人，对自己严格约束可以使人幸福，宽宏大量的人容易获得人心，凡事身先士卒才能领导别人。学佛人这一辈子一世修成，成圣成佛，说到底就是守戒忍辱精进。所以我们做人啊，打碎一个杯子
再怎么流泪也无济于事，让他睡去吧，至少他没有划破你的手。丢失一件物品，你让他离去吧，至少他没有让你失去全部的财产。失去了一份爱情，让它慢慢的消失吧，至少它没有让你失去整个天空。学会放下，懂得舍，你才会拥有得呀。在这个农村的稻谷地上，有一座小山包上住着一户人家，边上呢那块玉米地啊，有一户人家，这个时候呢地里最需要的就是莫过于水了，下一场大雨该多好啊，有很多时候都没下雨了。有一个老张大叔呢非常的心疼的庄稼，他专门仔细的观察的东北方向天空上的云彩的变化，他冲着他自己的啊这个太太讲了，哎老婆子啊，我看这场雨可真要下定了。他因为他会看那个云彩，这个老婆呢正在忙着做饭，就附和他说，是啊要下雨了，真是菩萨赐的福啊。果然20分钟之后雨大滴大滴的下起来了，他大声地说道，哎呀老天爷给咱们下的那不是雨啊，是一枚枚的硬币啊，大的一块小的5毛啊。突然狂风骤起，大块大块的冰雹夹杂着雨点从天空当中倾斜下来，因晶洁光洁的那个冰雹啊纷纷落下，倒有点真的像天降钱币了。庄稼看来是没有指啊，这个哎呦糟糕，老大爷呢望着满天的冰雹啊，像挨了重重的一拳啊，惊叫起来，这冰雹不能再下了。但是冰雹根本不听他的，整整下了1个小时，把屋顶、菜园、山坡、田地全部盖满了，整个山谷啊一片白茫茫的，树木被打成光秃秃的，地里的玉米全部给糟蹋了，豌豆花七零八落，老张大叔伤心透了。冰雹过后对着孩子们唉声叹气地说，哎呀如果遭的是黄风灾呀、啊，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啊，这冰雹打的庄稼一颗不留，今年我们连一颗玉米一颗豆子也收不到了，哎，累死累活颗粒无收啊，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帮得上咱们的忙了，今年就等着挨饿吧。庄稼看来是没有指望了，这个时候老张大叔才想起菩萨，别忘了菩萨是不会让咱们饿死的，所以老张大叔立刻拿起笔来写信，并准备亲自拿信到城里的邮局他去寄出去。他写的不是什么信，而是一封寄给菩萨的信。他说，菩萨，如果你不搭救我，我们全家今年就要挨饿，我需要1000元钱买种子买粮食，以便在地里重新播种维持生活，因为暴灾。他在信封上只写了3个字，菩萨手，但是呢他忘了把信封的粘上。邮局里有一个雇员，他既当邮差又兼打杂，他从邮箱里取出了那封信，给菩萨的信，他看了之后呢被感动了，因为这位邮差呢他一直相信菩萨，为了不使这位姓张的老伯伯的信仰啊奇迹或幻灭呢，这个邮递员心中呢升起个念头，他以菩萨的名义啊写封回信给他。然后呢他看到信了才知道，这封回信啊不是说你写一点感动他的词语就能解决的，因为这个要有一点那个给他一点钱的了，就是他要1000元嘛。但是这个邮递员拿出了自己的
部分的薪水啊，但是呢他无法凑够1000元这么一大笔钱。他写了一封信，信上什么话也没有，只有一个签名啊，就是把钱呢给他寄了一点钱给他寄过去，最后签名呢落名呢是菩萨啊。这个过去的农村大家都知道，邮递员呢就是通知他一张单子，你可以到邮局来拿信，挂号信一样的。这邮递员呢把信呢交给他，没挂号了，站在邮局门口看那个老人家拿着，他心里甜滋滋的，因为他现在做了菩萨了嘛。老张大叔对菩萨给他的寄钱呢深信不疑的，所以呢当他看到这封信的之后，一看菩萨写的还有装有一叠钞票的时候，脸上啊一点惊异的表现都没有，他觉得哦，菩萨给我寄钱来了啊。他把钱数了一数，生气了，难道连菩萨都会出差错？难道连菩萨都会克扣我所需要的金钱吗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嘛。他猛然转身要来张纸和笔墨，在邮局又要给菩萨写信了，上面写，菩萨，我要的钱没有如数的收到，我只收到700元，请再寄300元，我急需要使用，下一次付款切勿邮寄，因为邮局这帮家伙都是盗贼，没有一个好东西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在生活当中我们误解别人和被别人误解的机会太多了，有时候想做点好事招致别人的猜忌，有些人宁肯相信自己的判断也不愿意相信别人。佛法讲，欲利己便是害己，肯下人终能上人，就是说要多多的相信菩萨，善有善报，只要你有诚心待人，一定能够感动菩萨，菩萨就是众生啊。现在的人脾气大得不得了，动不动就动怒啊。就在7月10号，哈尔滨一个女子因为坐车坐过站，突然她要求司机中途下车让她停下来，被公交司机拒绝之后与司机发生争执，随后这个女子就用随身携带的包击打这个公交司机的后脑，导致司机停靠站后昏倒。这个女子下车之后还逃跑，跑出几十米就被人家抓到了。所以脾气不能太大，学佛人要理解对方。你们记住师父告诉你们一句话，冲动是魔呀。很多人离婚就是冲动啊，跟孩子讲话一冲动孩子就没了，在单位里跟老板一冲动工作就没了，买东西一冲动钱就没了。你们知道还有一样什么会没有吗？对不对啊？吃东西一冲动，吃过头了，喝酒一冲动，抽烟一冲动，命就没了。所以学会相互尊重，相互理解，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时间都会越来越少，最终都要离别的。所以台长教你们，人生是减法，就是过一天会少一天的，从生出来那一天开始我们就进入了倒计时。所以有什么可以可难过和伤心的，就是你最恨的人你跟他也是见一次少一次啊。所以我们应该放下原谅他，
无所谓了，因为最终都是离别，哪怕是你最恨的人。所以我们生命如白驹过隙，不要浪费这件。所以每一天想一想，如果你能念一章以上的人，你基本上不算浪费生命。我相信你们每人都一天超过一章了，有没有啊？超过一张的举手给我看看。哇，几乎全部了，放下。你看看你们呐，就举一个手，法师举两个手，那肯定两张以上。所以呢，过好每一天，不要无端的感叹，不要斤斤计较，好好的活着。有时候简简单单的过好每一天，活着就是胜利，挣钱只是游戏呀。健康才是目的，快乐那才叫真谛呀。百年之后你在哪里，我又在哪里，再美好的语言你跟谁去沟通啊？因为我们都要沉睡很久很久，我们要离开很久很久啊。有的人在天上，有的人在地下。所以人生只有学佛才能解脱，只有修心才能改变命运。所以安宁平和是处理事情的第一方法，一个人要学会安宁平和。所以这个我记得我曾经在法会上跟大家讲过，安详是处事第一法，谦退是保身的第一法。如果你想保护自己的身体，保护自己的名誉，或者保护自己，最好的方法是谦退，谦虚的退让。涵容就是涵养和宽容，是做人的第一法，看破那是养心的第一法。所以啊，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要行善，不用求福报，因为你只要行善，他本身善良就是福报。所以懂得善良的人本身他就会拥有福报。大家知道什么叫福报啊？就是幸福的回报，福气的回报。所以人家说你这个人有福报，实际上就是幸福的回报。所以拥有慈悲心，你就会拥有幸福的回报。你作恶啊，不管别人作恶，你也不要去惩罚他，因为恶人的心永远是冰冷的，没有尝过温暖的滋味，本身就是悲哀。没有帮助过别人的人，没有施舍过别人的人，你活着就是一种悲哀呀。一个人可以不富贵，可以不知名，但你如果失去了善良，你的人生就失去了根本。所以播种一份善良，让人们生活在感受的美好的幸福当中，多多的念经许愿放生，好好的学佛修心，你一定活在人间的净土之中啊。一个小沙弥出家修行很多年，一直没有开悟，他相当的痛苦和烦恼。有一天晚上，小沙弥去拜见老方丈，跟他说一些心中的苦处和纠结。老和尚对小沙弥问道：徒儿，你知道人生有三大境界吗？小和尚就听老师父讲了，第一境界，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最起码的第一境界是求。我们人整天活在物质的世界当中，觉得物质
追求是生活的动力，每一天都是在求的当中，一辈子都被物质假象迷惑，以为有了充足的物质就能得到人生美好的生活。不少人就用尽自己一生的精力去追求财富和名利欲望，在身体即将死亡的那一刻，他也没有弄明白他为什么到人间来，应该回到何处。这一世他等于白来，世间大部分人都活在这个境界当中。第二个境界，那是缘分。有一些人在物质比较丰盛的时候，他发现这个再有钱再有名有利，虽然可以给我带来一些快乐一些美好的物质，但是并不是让我能够得到美好的生活。你看很多有钱的人他没有很好的爱情，很多有钱的人他没有很好的这个工作环境，尤其在物欲横流的时候，人们内心常常会充满很多的多愁善感、苦闷、迷茫、忧郁、伤痛。所以一些人开始在内心精神开始求索了，觉得我求到了一些欲望，名啊、利啊、钱有一点了，我为什么还不幸福呢？他开始从精神上想得到一些宁静，逐步脱离部分的物质对他的控制，所以他会有意的选择放下一些外在物质的东西，开始想一想自己人应该回到身体本质的层面，明白自己身体修行的根基，所以慢慢的想到人不单是我要用，但是我更要懂得怎么理解，来有悟性来消化它。这个是第二境界。所以要学会珍惜别人，珍惜周围的亲朋好友，努力的精进去修复还原你自我纯洁的身体和心灵。有些人已经懂得了回归生命，进入了生命的本源，世间少数人活在这个第二的境界当中。那么你们一定要想知道第三境界是什么？第三境界就是舍。一些人内心精神修行当中已经上升到灵性的境界，终于悟到了一切遇到的人、一切事物、一切经历的情，都是为了帮自己完成这一世的修行圆满。其实每个与自己有缘的人都是自己生命当中的贵人，无论好坏对与错，看清了自己经历的一切痛苦都是来自于头脑的判断和分别心，人再也不为一切所困扰，所以慢慢的没有了执着痛苦，懂得了调控自己内心的情绪，意识和身体逐渐的完整合一，体会到所谓的真正的幸福和快乐，心灵开始成长，慢慢的成熟，知道创造奉献比索取拥有更加美好幸福。他们明白了感恩和回报是人生最美好的幸运和幸福，明白创造奉献惠及众生造福人类，人才是最美好的幸福之道，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，世间极少数人才能达到人生的这种境界。所以我们要懂得舍才会得，每一个人舍去人间的烦恼会得到菩萨的般若智慧。